家人们好，老铁们，给你们搞一个老婆饺的福利啊、哦！哎呀，这个老婆饺一罐是230克，这有大有小，一罐大概，下去，230克，一罐是5到8个左右。他俩配合也太好了。三罐是一份儿，一份这些也挺多的。这大个多大，哎呦我操，现在这一份是39.9块，这怎么这么感觉啊，有大有小，还有小的，但是大的比较多，我还吃大的，我还吃小的。哎呀，我先整个完整的，不完整了，大的都带黄，满黄啊。香，这个是属于那种烙汁麻辣口味，稍稍带一点甜，想吃的抓紧去拍啊。这一盘子是一份量，哎呦，这太大了，不舍了，舍不舍？回家之后可以就是开盖计时，也可以凉着吃。嗯，这个老婆饺特别特别好吃，老铁们，有爱吃老婆饺的可以去下一单。哎，库存不多啊，老铁们，有喜欢吃老婆饺的抓紧去。